群族，十方三世诸佛在这道场中一起引现。普贤横愿品，传奇法师正在开讲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十个理再回头一下啊，回头一下十个理啊。第一是我慢理，我慢理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那我慢理，请问那些香客，我磕头的，那很多磕头的属于我慢理的多不多？多，很多的，遍大街都是的。看到师父，然后就手一个阿弥陀佛。看到两手，他其实那个就是，哎，对不对？有的手一个手还背着后面，一个手这样阿弥陀佛。哎，看到出家人，请问他这是恭敬心还是什么？他不是恭敬心，他就是我慢心，他想调侃你出家人。哎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唱和礼，唱和礼是不是香客里也很多的？香客里多不多？唱和礼啊，这种呢，我们都知道要回避开这种啊，就是说身虽在礼，但是呢心它是散乱的，意不虔诚的啊，这种。所以前这两种礼都是有罪的，有罪的这种状态，就不可能产生功德的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才是恭敬礼啊，这就是我们三规五戒有师父教的，那就能达到这三第三个了。第四，无相理，哦，那就厉害了，那要听经闻法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要有智慧才能无相理，深入法性，远离能离所离这相。哎，第四个，第四就无相理了，你看这个阶梯一步一步够大吧啊。第五就起用理，既然无相理，那就虽然没有能离所离，但不妨碍普运身心，理不可理。哎，就理不碍事啊。华严的境界啊，华严还有四个境界，叫理无碍境界、事无碍境界、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，这四种无碍。第五个就是起用理，虽然明白道理，但是理不碍事。哎，我还是照样这样理。哎，但是理的时候有这种智慧。第六是内观理。哎，内观理就是这种理是外在的佛吗？不是啊，啊，是身内法身真佛，理是理法性佛，理法性佛的时候，这就是远离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在六根门头回光返照，这也是理佛，这叫内观理。这个就像那个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一样，啊，观自在不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是叫内观理。第七，实相理，那。若内若外，那除了比如说远离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回光返照，那叫那个是理的话，那眼耳鼻舌色声香味触法也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所以就啊，这除了说啊、哦、我回光返照之外，那其实就是说什么啊？若内若外同一实相。所外现色声香味触法，也不是他物，也不是外，也不是不是其他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叫满目青山了，啊，满目青山。哎，修行人说，啊，第一开始见山是山，啊，深入佛法开智慧了，哦，山不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再修到后来，山是什么？山还是山，所以这个时候实相理的时候。除了回光返照之外，那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无非实相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苏东坡就是领悟到这个了嘛，领悟到这个说翠竹黄花无非般若啊，哎，无非般若实相啊，同一实相，不住任何法，此愿自然常运法界，常理诸佛。哎，这就是实相理啊。第八，大悲理，就实相理已经是最高境界了，已经是最高境界了。但是第八大悲理就是说回至道家慈航，已经不为自己修了，因为也没有我人我相人相众生相都不注意这些相了嘛。但是什么众生知道吗？众生不知道啊，我妈妈都不知道，我爸爸我不知道，我儿子也不知道，女儿也不知道，
天下就你一个知道了生多死的，那你病虽不是病了，但是众生有病，你难道心不痛吗？对不对？做妈妈一样，你虽然你没有病，但你儿子发高烧了，他的病是不是你的病啊？哎，那这个时候这就是大悲理了，就不是自己理了，带一切众生理了，就大悲理。九就总摄理，除了不如法的理排除，那这种啊前面六种全部摄在一起，即五体投地皆诸因众恭敬而理，同时又深入法性，远离能离所理之相啊，无相而理，虽离能所，不妨普运身心，理不可理，起用而理，但理内佛，不向外求，内观而理啊，内外同一实相，哎，以礼拜普待众生，普待众生是第九，就叫总摄理。第十就无尽理，每一理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皆在我的所理之境中，我的每一理皆遍于十方诸佛每一佛前，重重无尽，叫无尽理。是这礼拜，这个礼拜是不是修到最高级别了？嗯，所以普贤恨怨的理呀、啊，哎呀，这个是啊，不可思议啊。一生遍理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即微尘数佛，虚空界境，我理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禁锢，我此理尽无有穷尽，如是乃至众生界境，众生业境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理乃尽啊。前面是讲虚空界境，这还从法界的这上面来讲，那众生界、众生业、众生烦恼，这是从大悲心上来讲。哎，智就智，你比如说啊，我们的心如虚空一样广大，这是智。那众生莫在其中，无名照业，怜悯悲悯众生，救度众生，这叫悲。有智要有悲，这叫悲智双运。哎，如果光有智不起悲，那叫狂智。哎，这也是一种病。如果光有悲没有智，这叫什么？哎，这也会做悲魔，在楞严经里说，无智之悲，看到谁都哭，看到小葱蚂蚁都哭。但是呢，你又不知道远离众生相是什么，如来德性是什么，所以要有这种智慧，同佛一样的智慧。第二，这个佛的智慧要与众生的戒、众生的业、众生的烦恼在一起，去教化度化他们。所以在哪里？在自己的身上去用。所以为什么像啊这样的一个善知识，他像佛呢？因为他如果来到这个人世间，他来到离我们最近，他的智慧、愿力，哎，他在运用的时候，它是很神奇的，就像佛陀一样，他这个脚一踩进这个地方好嘞，众生盲人眼睛就亮了，哎，心脏病的心脏好嘞，瘸子好嘞，腿直了，哎，这个有烦恼的烦恼熄灭了，热闹的化清凉了，哎，就这样，从肉体上到精神上，一到这里风调雨顺了，国泰民安了。这就是什么？就是大福德力啊！这个就是说，他有这样的智慧，也有这样的悲怨，同时有无量劫来积累的福德。他不仅有本有的智慧，他对众生有悲悯，同时他生生世世积累的福德。所以地藏菩萨要来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供养云、衣服云、饮食云、香云、花云、雨云，就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代表他用什么？像地藏菩萨像普贤菩萨一样的，他多少多少劫，哎，无量无边，你像普贤菩萨功德大吧，
请问这是不是地藏菩萨这样修的？他像普贤菩萨这样，你地藏经里就看到了，地藏菩萨行的像普贤菩萨这样子修行，就无量无边阿僧地劫了，无量无边劫了。那你想想看，他这样子的生命，他一来娑婆世界的时候，那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。哎，那反过来说，那释迦佛陀是不是？请问地藏菩萨是谁啊？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啊？哎，那我们佛法在人间一代一代有没有中断啊？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佛法不中断，为什么不能中断？那三无灭法灭不了，杀哦，你信佛就杀也灭不了。你看那个在印度啊，那么大的灾难灭不掉，在中国一次一次的啊也灭不掉，为什么？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在那里，哎，所以灭不掉。哎，所以佛法的威德力大不大？善知识威德力大不大？特别大。哎，做众生烦恼的这个业海里面的中流砥柱啊，能做迷这个苦迷失苦海的这个慈航啊，善知识他可以来把大家都带上来，带到这个大船上，哎，度啊，广度无尽的众生，而众生戒尽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理尽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。那普贤菩萨有没有说啊？我修修普贤行，修修啊，我累了，去休息一回。哎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无有间断，生与异业无有匹厌。哎，这是普贤菩萨往劫无量劫的他的特色，就是普贤菩萨什么特色？精进，不匹厌，不退失。所以那个六牙白象，那个白象代表精进的意思。啊，象那个四个脚大不大？走起来非常的稳啊，哎，叫象行徐步啊，那个普贤菩萨的稳重的稳如泰山啊，六个牙代表六度波罗蜜啊，六度波罗蜜，哎，稳坐在这个六度波罗蜜上不动不摇，走到哪儿稳如泰山。所以这个哎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是祈祷普贤菩萨的精神重返人间，好不好？重返人间啊！复次，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极微一一尘中，皆由一切世界及微尘数佛，一一佛所，皆有菩萨海会围绕，
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，出无尽阴深海，亦以阴深出一切言辞海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。第二，称赞如来者啊，复次啊，就是复次啊，复次善男子，就好像我们老师上课一样，这样再来啊，大家继续往下听啊。下一个就讲到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啊，我们就是先勉强的这么理解吧。法界就是精神世界，虚空界就是物质世界，我们暂时这么理解啊。其实以后越开，这回就会越会那个了。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十方是哪十方？东南西北上下六方，然后东南西北各个角，对不对？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啊，加上下，这就叫十方。三世什么概念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十方是空间概念，三世是时间概念。所有在这个十方的无尽的世界中，过去、现在、无尽的时间中，一切刹土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够多了。这多少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？十方世界海安立土啊。就比喻这个宇宙里一个一个佛国就像海一样啊，就是华藏世界，华藏玄门，同入华藏玄门，共入毗卢性海。这个华藏庄严世界海里面，你知道有多少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？不可知的啊。但是不可知里面，是佛陀还是给我们介绍了，比方一层一层层有介绍的。我们这个地球一样的哦，这个围绕着太阳这一个行星系，我们觉得世界中心就是这个了。过去我们说啊，这地心说，然后以为世界都围绕地球转的。那西方科学家几百年前发现了哦，日心说啊，认为就是不是世界不是围绕地球的，哎，这个地球只是围绕太阳的。哎，发明这个说，结果还被杀头给绞死了。所以你这人反动，整个我们跟着太阳，太阳只像妈妈一样的。哎，一个老猴子带了我们这些小猴子，又围绕着其他的转的，啊，再围着一个其他星系，其他星系又带着，这又是围着，然后最后所有的都围绕着这个银河系，我们这银河系的一个中心点在转的。那以为哦，那宇宙就是我们这银河系最大了吗？不是啊，那么大的世界，然后那么大世界有多少数量的佛呢？就那么大的世界里面的微尘，里面微尘多不多？那么多的佛刹土，但是有佛刹中的微尘，无量无边的诸佛。看了之后，你了解了华严经之后啊，你对这个世界不害怕了，你就不害怕了。像有的人没学佛，他是害怕，怕死。学过佛不怕死了。哎，有人没学佛之前害怕，哎呦，这有什么什么？学佛了之后，哎，这没学佛之前怕鬼。啊，有鬼，哦，不敢出门。学了佛之后，还去找鬼，去施食，还听还打听哪鬼多，哪鬼多，啊，去施食，啊，没学佛之前吃鱼，对不对？学佛了之后放鱼，你看是差多少了。
们人类现在西方科学啊，文艺复兴之后所达到的最高的智慧了，现在目前。但是这个所有的智慧，多少人一代一代一代努力的结果啊，到了这里。在佛教里来一句话，十方三世，你看，十方空间概念，三世时间概念。然后从宏观的一切刹土，然后又到微观的所有极微一尘中，又从宏观到微观。请问佛经是不是开智慧啊？佛经开智慧啊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空间无量，时间无量啊。我们人类最大的困惑就是时间有量，空间有障碍啊，时间障碍，空间障碍。所有科学要想克服的就是这个时间障碍，空间障碍。但是我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看就解决，彻底解决了。怎么解决了？是从贪嗔痴中解决的吗？我获得什么？我获得什么？我钱越来越多，钱越来越多能买到时间吗？钱越多能买到，你能把银河系买下来吗？买不到。但请问，你就一分钱没有，你站在天地之间，请问天是不是你的？银河系是不是你的？哎，钱再多也买不来。钱再少，大概也是你的，哎，那所以你活着，你活在愚痴、狭隘的生命里，你还是会去活在一个开放的智慧的生命里啊？智慧的南无无量光无量寿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活在南无要皈依无量光无量寿的生命里啊！我不能活在一个我自私自利、狭隘、黑暗的这个世界里啊！对不对？请问戒恶戒谁啊？就戒自己贪嗔痴，贪嗔痴是哪来的？我执重来的嘛。我执重以我为中心，就是我所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就会自我解脱。所以佛教为什么是和平的？因为佛教是讲道理的，道理明白了，你自己就会救自己了。反过来说，佛本事再大，佛要想救你，佛还真救不了你啊。佛最多说我已经吃饱了，你还饿肚子呢，那我现在把吃的就都介绍给你，要不吃吃不吃这是你的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佛是有也有不能啊，不能度尽一切众生，众生还得像六祖大师要自性自度啊，哎，为物思度，悟了自度啊。但是请问，那佛菩萨祖师善知识这个恩德是不是很大了？是非常非常大，不舍弃一个众生啊。今天我度不了你，我等着我明天呢，哎，我把这个善根给你种下，缘给你种下去。很多祖师盖庙就是为了这个，庙盖好，佛菩萨像塑好，你来你旅游者也不要紧啊，还烧香的也不要紧啊，就哪怕我师父经过文革，我师父说就是你破坏也不要紧啊，你破坏你的我以后再修，你看对不对？但你破坏了也跟佛结下缘了。佛菩萨度量多大？度量多大？哎，就说佛这个三宝啊，我们佛教就如檀香啊，手捧手香啊，脚踩脚香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来碰到你就有香。若人散乱心，入一塔庙中。散乱心进来，哎，你要说当下，那当下有没有功？当下没有功。那若一散乱心，入一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为什么结功成佛道？佛的悲愿力强啊。哎，跟我结缘了，哎，对我散漫的一合掌也好也好，哎，佛就不放弃你，哎，是不是？
那这里你知道诸佛菩萨悲心之深重，恩德是无量无边的，恩深似海，恩非常的广大的。虽然说修行靠我们修行，实际上有时候反过来想，我们能修什么啊？我们所有一点点进步都是佛菩萨花了多少的力量才换来的。哎，就好像读地藏经说，哦，三宝门中舍一得无量宝，有人哎呦，我赶快投一块钱进去，我等着得无量的这个，赶快买，投完了之后回去就买彩票去了，啊，等着回报呢。哎，其实佛给了我们无量了，你太讨论把它投这一块钱呢，佛是先兑现在那的，哎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我们每一位来学佛，你知道佛菩萨花了多少精力了在我们身上？是不是？你看我们这一段侧重点就讲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以微尘数就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，从空间的到时间的啊。所以你当你有了智慧再来看这个华严经的时候，你就不一样啊。没智慧的看就读过去了，反正是自认识嘛，认识什么意思不知道啊，就是有的因为不知道所以读着读就打瞌睡了，不读不睡觉，一读就睡觉。啊，当你懂的时候，哇，这简直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哇，那还了得啊。这些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是什么？怎么见这一切刹土啊？不离法界而见刹土啊。哎，所有微尘一切尘中，这么多微尘，这么多这一切尘中，皆有一切世间即微尘处佛，无量无边的佛，每一尊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。每一尊佛面前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诸大菩萨声闻缘觉四众弟子七众弟子围绕。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，各以出国辩才天女微妙舌根啊，辩才天女那个舌啊，那个舌头啊特别伶俐啊，啊能说会道，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，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啊，不单单音声，这个言辞词义丰富啊，不但音声啊五音俱全，而且那个这个词义丰富，来称赞每一个如来的无尽的功德海，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，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，我赞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禁锢，我此赞叹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也无有疲厌。